ကျမတို့ပြန်လေကြည့်တဲ့အခါမှာဆိုရင်ယူစင်းတယ်ဆိုတာအရှိကိုရှိတယ်။ဟ
他做好好办的对呀，七得单，四得单，大概是啦，六十啦，第六啦，九啦，哎啦，我即马都啊，六十咯，啊得单，六十咯，是个老爷，得个七八个，即马都有几多客人来得单，平安的是嘛，六十咯，六十个，满多岁，岁多他是个。有些人得到过偏安的钱，你得到得到偏安的是啦，什么对象嘛？某些人得到，是被路人也得到过偏安的。路上去的阿里说阿里来，我们那边的呀，我们这边的呀，我偏心去嘛。有用的大呗，有生存的呗，上面开的路，要走开的，就没偏安的。大家摩托也得到过，怎么这么聪明？摩鞋也得到的，宝马双双系列的，六下那抓紧的呢，偏心都得他们的，摩鞋啊，你留在那里不？考上他的，考上去去看他的，第六岁的，他的怎么也得到过了？怎么选？要了你贵的，哎呀，贵的了，要了他们。哪里嘛，不会来他的，不良心嘛，要了，是个龙老高嘛，那胆子高的，要来他们怎么样？耍这个路，那是没骗的。那这么些，我看没说，这么这些没，这么表善心，表来的都善心，表来的，我看善心的，骂的，骂的，骂的不表来的。这么在那北路那住的路，这么些的，到那来聚会的，都有谁杀的？咱们家是吃嘛是吧？你那不够点不咯？老马娘了不咯？要你那点点钱呢？这么的就多大的提成呢？这么就看，这都看啥样嘛嘞？六十钱呢？我没有，六十钱呢？我都弄那个，那么你怎么来？那么你来了不？谁的嘛？怎么吃的不咯？你怎么不能吃嘛？那你那是几多来呢？老奶奶这个呢？哎呀，这么也家是吃嘛是吧？那个的，怎么麻烦？怎么又没出来嘞？是啊，怎么是啊？老男生来的，对了，怎么在到底就别人嘞？是刚表来看，人家表来，谁在嘛？谁在那表嘞？人家表来拿他哦，不是在嘛？谁在那？不表他了，老虎，表情都没有，怎么不对嘛嘞？是啊，那个发条子来的了，怎么被你看到没？姑爷。不也没带过，你妈了，还有丢人家没事了呢。他那个呢，怎么了也？是他家亲戚嘛？他妈奶奶我看的，俺那个一对，六十米的家的家亲戚嘛，怎么了我看，干嘛在看嘛？看咱家的东西的联系来的，怎么了？你们留下我搞个皮鞋啊？怎么了？他妈不老上面的，不来家的，谁是对吧的？是帮咱们媳妇。意思是有家里人的偏心的，怎么呢？钱谁偷来的？怎么一个崽子？怎么不来？都叫那谁个生下来到了他妈呀？你说怎么弄的？叫家里人，没那个的，意思是去的他们这里，我还不上班。你说那你老难找妹妹是吧？偏心，怎么上班个？好歹嘛，你不也？对咱们妈的，东阳的这么强的，真的很偏心咯。苏刚的呀，苏刚的，苏刚的，没那个那个，十点半的带去嘛。偏心啊，你牛不牛的？怎么表扬？平时是没啦，光没提前牛，啥道都有的，点餐有，不简单，都偏心的。咱们干部，你是提前没？怎么？他不要都在那里偏心，他有东好的要比，要便宜，对人家在那里好的要的比好的要你谁比，你谁要你好的，好的要你谁说了，什么表物，偏心，跟人比也是这里，这么不得会，千万要相对偏心的那样，千万说了相对偏心的那样，一个照顾偏心的，偏心就是对吧？苏州奶奶的偏心就是没办的，就看那个那个地震了嘛，看了，要办的，要办的，等云南的嘛，从那边要办，去来，千万不要办的，
亲爱的弟兄，这么告诉了亲爱的亲爱的，今天是某人啊，内伤的伤，到底三个月苦命苦过来了嘛？我抱怨的我，顶多我顶多忙忙的，这么想牛的，哦，内伤的伤嘛，你呢？对不对？你妈的呀，你找你牛找你三百要干的，平安时你那么多，叫哪家的他妈？叫哪家的牛呀的，叫哪家啥的牛呀？所以我跟奶奶在在哪里在兵马后边的，这就看的。平安时你搞点钱，平安时你给点钱多，这我跟你看的他妈，这我告诉的，这毛不要乱打的，可以接的他妈的，这毛现在有点找不到呀。看那个道理，怎么想的呢？等你是那个建议，你那里有个道呀？每个少年，估计的那个姑娘，这多大这多姑娘，是好呀，个道呀？哎，我们骗人有嘞，亏呀骗人，你那个道呀是咯？亏呀没骗钱嘞，你个道呀那个长相嘞，比如个长得是这个立起来了咯，那比哦阿姊大嘛，阿姨嘛嘞，比如个媳妇嘞，怎么想的哈？你把这地方你去的地方在看嘛噻，比如那西湖呀那个咯，你个地油呀那个，比如那天然嘛，那天然在看嘛，怎么说？先，你拿出来呀，表面上来看嘛，地油呀，油呀那个，比如洛阳梅子啊，什么来对手的，香港的那对面的闽南的什么，所以你压力并不来，看起来难点比的，要比你的，起码来先这样说啊。表现的有没对呀？哎，一张好的，你妈你妈现在想，你跟妈妈讲，哪个对人家第二个，不知道，不知道这样得对不？哦，那先这样，去的是吧？都提前的，怎么表现了？啊，高级美了，高级美的是哈？怎么路路那几天，怎么到哪路去哪里呢？天生天生美的高级美了，美个哪里？怎么路一百那么高美，五十来张在你看前面去买。怎么说有心哦他在干呢刚进来过来设立比如怎么说先生家养行他把欧家你看他把欧家你买了看见了一点你感觉困难吗他一样的把别人的也跟读读说我怎么说对先生家养行他一样的用男孩越来越设立为什么把别人叫做 OK 文女的吗不可以去洗澡干嘛的？我干一那的苦，都一天一夜跟你家洗那的，你的衣服不错。啊，你那家伙，都一屋里的干嘛？哦，不怕着，怕的出呢，都是不个高中，都是不个有啥别不错的。天哪，你看，干一那的不错不多，不满的，怎么样？不满的。他没有工作，加上工作，哎，他这咯，干一般也是个嘛，哪里比你干的，哪里顶顶的不少的，啊，比如偏心啊，偏的顶啊，阿边那里顶的不少，不少不少的，哎，也是的，比如比如，啊，比如嘞，比如说，哎，嘛，干嘛加上嘛，怎么点，记得干嘛的，偏的顶啊，干一般我就不要他的，啊，谁那么差嘛，哦，管他们去吧的。家己啊，那上面顶不少东西，哦，啊，穿西路，挂了呀嘞，勒了呀嘞，啊，穿西路，偏不偏了呀？谁差的嘛？高木上面勒穿，零零零零的差穿，当不么差穿，所以长得呀嘞，什么对起来的嘛？啊，别那咋个，有心的谁都是嘛是的，哎呀，人家是高飞，喏，你的。但不是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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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在干嘛？看啥家的呆？路外不搞个的钱，双啥双赢？去里面偏的很，怎么路高级别的对吧？怎么路更难的偏小的嘞？这个，这大家没认识。
있어라고 전화를 했거든요. 전화가 편하게 생각해. 누가 안 했고, 죄만 있어도 안 된다고. 양식이 있으니까. 편하시나? 이래야 하고, 그래서 하면 돼. 너 강약이 되지 않으면 편하시면 깨지지 마. 그 뭐가 매일 안 하거든요. 자기가 피해야 되는 애가 아니고, 정말로 그냥 선생님을 가면, 시야를 좀 많이, 정말로 띠는데, 물러붙이는 거예요. 이거 말로 배웠어요. 아, 완전 말해. 나 우리 경기 때야. 막, 이거 할 때, 아,
来呀，哎哎，那个高级啊，亚东来啊，啥的呀，啥的。这内容他听的是啥？他听啊，高级的，亚东他嘛，哪里高级的？第五，第五，对的，高级的我请教你，高级官的嘛，高上一点，他不会有哪里，那云朵高级的呢？有嘞，他嘛，你给人家干，家里，那人家够了，你个别啊嘞，你高级的嘛，你不会有的，你我高级嘛，我没那么傻的嘞，你看，俺都打你两个菜啊。前面嘛是的，谁高中意外，谁不明白嘛？大人嘛，前面的嘛，平时的菜，要多少的嘛？没的，就没的打野，错过你啦！我国外的娘家家的，没的没的，那肯定，这个高级的样嘞，这个高级的样嘞，就是最基本看上的，你觉得嘞？我不愿意打，没得别人说，高中一两个块。这个月，等于多个月，等于我们今天在给你的里面嘛，那地方配置的，啊，大家哪里，大家都高兴的哟，没办法了，啊，咱个也都不干，大那是要劳动干的干嘛？不打起来干嘛的？我们等于困难都怕了，哦，咱个也都他们不可能一动。有的嘛，他自己去的单位，高级的嘛，农村也都不会来的。那这样听嘛呗，俺几个工人家嘛，高中一两千嘛，平时不来的嘛，他三天七八的就那么高级的嘛，高级卑微的，丢多少的米，跟着他一嘛嘞，他平时那不管多少的米嘛啦，那不管就那么大的米，就那么一个吧。把皮抓的，是吧？这种啊，有种呀，我觉得高兴的好有呀。呀，这个卑鄙的高级，够用啊，娘姑娘。偏是个地皮他的干，是吧？那时候咱老弟，你那时间开始忙了吗？皮片的东西，不如皮抓的，什么三八家，高级那个呀，一天八张一千的地方来的，八张的五百多我们出的。花匠有多大嘛？钢筋，我看啥呀？没是吧？你去点人家那什么路线来的嘛？可安有钱呀？哦，当然要走，要走哈！你们讲那个游戏嘛，也好有的。啊，平时呀的钢筋的嘛，也好有别的老板嘛，比如铁砂的，啊，国内，这个不能两家的嘛，哦，铁砂的，再不了铁砂的，铁的呀，你这厂里呀，一样。那你要看嘛，那我说的故事讲的，故事讲的来看嘛，偏心看嘛，高级的嘛，那就要有的，也够了。好，这边看嘛，你来看嘛，都全部一点事的，都在上面，我们电视里面，记不住别的，我那么讲的，我故事我都听不懂，都讲嘛，多大的，都讲嘛，那个都讲某一点的，比较讲不懂。那边要是就没有，不过我陪我在上面有陪奶奶看，哎呀，还多了两条腿呢，都掉下来呢，哎，不要，就不怕，把地板，阿龙地板上，用推的，一个人嘛，用手去用嘛，那推啊，就难的，就难的咯，哎，就难的了，我就真怕这样子，怎么没看到？没的，对不对？啥都听见，啊，不落去。做了几年，那时候那做了啊，搞起来说，像这边方向的土嘞，都在他妈江上的嘛，从那边来。做了多嘞，绿岛那个农民弄的，那个兄弟绿岛，那绿都不了，这那个高级兵嘛，兵兵嘛用的。他说了偏心啊，偏的呀，像那个那叫高级兵，高级看啥呀？你嘛偏的，就那农村的，哎。医院了嘛？你这个我怎么像三岁的了？老大嘛，那得养了，看你怎么都扔得他。啊，六七亩放那里，一千万六七万的看你，偏心的六六的，还得养着的，还有看。
ကျွန်တော်တို့အနောက်ဘက်ကတော့ဒီနေ့ကျင်းဆောင်တဲ့တက်တာကောင်းခြင်းတွေကများစွာသာသာရမယ်ကြောင့်ရောရှင်ဖြစ်ပါလေ။ဒါကြောင့်ရိုးစင်းတော့အသက်တာနဲ့ကောင်းခြင်းတွေကခံစားရတော့တက်တာဖြစ်အောင်ကျွန်တော်တို့ဒီကွာတက်ရှင်ပြုစားကြပါစို့လို့နည်းငယ်ပဲတက်ပြီးအားပေးလိုပါတယ်။အားလုံးကိုကျေးဇူးတင်ပါတယ်။